大大崇高的话语。你们纯洁情感的果实是转变这个世界上的灵魂们。随着你们的更多的进步。甚至元素都会被转变。你们灵魂们崇高的、纯洁的情感。是这样的，他们。能够为带来崇高的果实，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被作为世界的造福者所铭记。你们知道，你们的纯洁的情感有如此大的重要性吗？你们有没有在前进的同时使用你们的纯洁的情感呢？是以一种普通的方式，还是你们知道它们的重要性而使用它们呢？这个世界的人们也在讲述纯洁的情感。然而，你们的纯洁的情感不仅仅是纯洁的，他们也是充满力量的。因为你们是汇合时代崇高的汇合时代的灵魂们，依据戏剧，汇合时代也有获得。立刻的可见的果实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灵魂们获得你们的纯洁情感的可见的果实。所有的来到。联系和关系中的灵魂们，在每一刻都体验到安宁和爱的果实。
Om Shanti, welcome to Om Vidipati. Shanti，欢迎来到 Avyad Parivar。今天是22日，神圣的寂静，神圣的世界，拥有所有美德的完满。现在我们来听摩黑利弟弟讲课。Om Shanti, everyone. Om Shanti，大家好，大家都好吗？是吗？Because before we always thought body has to be well, and of course, but now we know 因that 为我们的身体，也要好。以前我们认为身体要好，现在我们认为心思心知也要熬，内在呢要总是感觉到很好。当我们有纯洁的情感的时候，它就应该发生，总是有爱的感觉、情感，那心思呢就会一定会变得健康。有时候呢，某人的错误啊、弱点呢，就来到了心思中，心思就不感觉到好了。我们总是要想着爸爸的品质，爸爸是世界的造福者，爸爸说我们是他的同伴们。所以我们要像爸爸一样，要像变得像爸爸一样，意味着什么呢？完满，拥有所有的美德。I keep sometimes thinking about 有时候我在想，what was in Brahma Baba Dadi Prakash Mani Dadi's 在 Brahma Baba Dadi Prakashmani Dadi 们里面有什么呢？在每一种情况中，他们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他们能够保持他们的美德。我想你们有人可能知道，当那个伊卡被建立的时候。Parts start falling apart, right? And these days, some people buy cars, they are heavy cars. I said, why you buy? 有的人Because 现在买车，买那种 if it's很there is, 重的 it's 车，accident, but we will remain 有时候会，即使是发生那个事故，那个车也会保持，安全，身 So 体就 why 是 is 人会保持安全。买那种 you 底盘很 see重that 的车。how they have to every part of the car 那个车的 has to每be一approved 部分是如 that it何can制be 造 accident 的，and it can be keep 所 your 以它能够在这个 mean 路上行驶，并有很高的安全性。injuries and all that but it will be less So sometimes I wonder that 那些产for 品all会of像 us 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在 in the 想，对于 drama 我们所有人来scenes of 说。drama 戏剧的一些事 We can 情 all 一些 feel场景，会以不 if 同的 we 方式 have 来测试我 seen or 们。whatever 有一个故事，我想我们都听过。that Brahma Baba was Brahma always Baba smiling 总是微笑的，also have lot of patience 也有许许多多的 we 耐 know that 心。he was from a good family 我们都知道他来自一个很好的家 But 庭，when he came in knowledge,
但是当他来到知识中之后，有很多的人被吸引，所以就有一个大的聚会，而创造了一个很美的家庭。但是呢，因为纯洁的问题，他们有一些困难，在家里面有困难，所以那就不是每个人都快乐了。有一些孩子的丈夫的就有很多的愤怒，因为他们不能够看到纯洁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了爸爸面对了很多的这样的场景，每个人都有的人的性格还不是那么好，一切他真的是面临了很多状况，你能够想象吗？他会如何的反应呢？我记得当我来到知识中的时候，心灵大学在德里那个时候是很新的，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服务。那些知道这棵树的他们呢就以一种非常消极的方式来对待。有的人那个时候看到我们呢都是带着非常负面消极的这样的情绪的。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找到真理，我们必须要有神的陪伴，所以我们是有很多陶醉感的。但是 Brahma 爸爸呢那我们呢面对的考验还算小的，而 Brahma 爸爸面对的是很强大的考验。我把 Brahma 爸爸放在我面前我就看着爸爸有很多很多的耐心，我就想他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大的耐心，使得他那么充满力量呢？不仅仅是那样，有许多人来，他们都有很多的陶醉感。但是有的人呢，他们来却得不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他们不能够继续这个灵性的道路，所以他们也被拉扯。所以20-30个人他们来到爸爸这里说他们想要离开，然后爸爸说好 OK， 你们什么时候要想要离开呢？即便他们离开了，但是他们也对爸爸充满了许多的爱。爸爸也不觉得哦，他们已经不再属于我了，他不会跟他们交谈或者是联系了，他不会这样。所以呢，他总是给予中心的这个工具们这个例子。即便他们离开了，他们仍然是爸爸的孩子。这样的事情呢会发生。有一组人20个，他们想去一些什么朝圣。有可能发生的是他们走了还会回来。有的人想着这个目标太高了，太崇高了，我不能再前进了，所以他就想回到世俗。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爸爸的爱，爸爸的纯洁的爱，现在我们说爸爸是爱，是真理。我们在爸 Brahma 爸爸里面真的看到了什么是爱，什么是真理，包括 Dadi Prakashmani。即使是我们说几种品质，特别是爱的品质，因为所有都是灵魂啊，他们有不同的 sanskar， 不同的角色。But internally, love. 但是在内在，对所有灵魂都有爱，就是内在有那种不动摇的美德，就无论外在面临什么样的状况，那种美德都能保持。那种美德会一直延续，不会被中断或者是打扰。如果我被打扰了或中断的，那就代表我还不是那么完满。有的人说，哦，我都几乎完满了，但是只有当有挑战挑战有到来的时候，我能保持那样的美德，那就是被称作叫做努力。所以我们的态度眼光是如何的，他们都能保持非常的干净洁净。事实上呢，那些灵魂他们不能继续，他们需要更多的爱。他们需要这种归属感。爸爸说，每个人都要爱那个灵魂，但是那些犯错的灵魂，我想他们需要更多的爱的情感和归属感，所以这就称为化身，或者是称为有这种有爱的习性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百分比，有多少人已经变得充满了所有美德的，就是每种美德的百分比都满了呢？有没有人不想成为那样的呢？所以你感受到在你的灵性的旅程中，你要注意，是吗？每一种美德，我要成为那样，我要吸收它。无论是安宁、爱、甜蜜、微笑、友好。当你想到爸爸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爸爸的美德，想到一种，想到另一种。看看爸爸的 Yagya 学院，他是如何被爸爸的能量、力量、美德所滋养的。同样的，每个服务、每种服务、每个地方，那里的滋养都是来自于美德的。所以有知识、美德、
跟爸爸的瑜伽，并且灌注这些美德，然后我们成为化身，变得完满。所以需要一些努力，需要一些注意。所以爸爸也说，不要让你的心智陷在某些事情里面。一旦某些事情发生，你就开始想那个不应该发生。有的时候是一些小事情。是的，它会快速的到来。就说不，我必须要积累安宁的力量，所以就不去想那些小事情。所以从爸爸说，即使你看到某人的特长和美德，你也要记得爸爸，因为他们的特长和美德是来自于爸爸的。不要想着那个灵魂很特别，没有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爸爸，我们不会成为那样的。我们所有的美德都是属于爸爸的，所以要记得爸爸，要从爸爸那里得到所有的珍宝。所以这样的习惯要因为一切都要与爸爸连接上。爸爸是如何开始的？爸爸是以一种如何非实体的形态，毫不张扬的形态，支持着每一个人的。所以今天要进入这种创造神圣的习性之中，那就是拥有所有美德的 Sanskar。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都会感觉到我们的神圣是在增加的。有时候发生的是，当你进入到海洋深处的时候，就非常的非常的稳定。有时候呢也会有风暴，即使那样的风暴发生，就让放手，然后进入到海洋的深处底部。无论任何原因任何情况，那样的风暴到来，就只是进入那个海洋的底部，变成精微的，去体验那样的稳定恒定。所以你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美德和力量。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思想是拥有所有美德的完满，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装饰品。美德就是生命的价值，生命的装饰品。生命的价值是基于美德的，这就是为什么装饰品是美丽的。当我们看到这些美丽的时候，就会感觉很好。所以 Brahmi 生活的美丽是什么呢？But still, natural beauty in golden age, everything. 那是一种自然的美，在金时代，一切都是一种
自然的美，因为所有的元素都是完全纯洁的。所以反思一下，明天的主题就是拥有所有美德的完满。如果任何一种美德，如果你需要，你就只需要想着爸爸进入海洋之中，我是主人，我是给予者，然后那样的美德就会浮现，就持续的那样做，然后第二天，然后你就会成为那种美德的化身。所以明天我们来努力做这个努力。Om Shanti。成为工具意识的谦卑的柔和的讲话的钻石大地大地 Prakashmani。 有的人看爸爸是如何告诉我们，今天有孩子，如果他们想要结婚，然后他们长大了，他们有一个商店或有生意，无论那里有什么，如果你不给他们他们的那一份，他们就会。然而如果你们明白，如果你们有四个世俗的孩子，第五个孩子就是爸爸，所以首先你要满足你对爸爸的责任，然后作为一个托管人去满足他们。如果你出去了，如果你不工作，然后你的商店就不会恰当的运营，所以知道你对爸爸来说，你是爸爸的托管人，你要然后满足职责，对世俗孩子不要不要把他们扔了，也不要拒绝他们，给他们他们那的那一份额，你不要给他们任何压力。作为母亲父亲告诉孩子们，你不能告诉他们甚至建议那个孩子结婚，如果他们想要结婚，你他们不能阻止他们。你们他们有他们的希望，你祝福他就可以，这是他们的希望，他们想要结婚，你们不能扼杀他们的愿望。他们的愿望，如果他们的愿望，你们的愿望不需要，他们的愿望是需要的，你给他们展示了方向，这是好的，这是天堂，这是地狱。你们是你们生命的主人，你们是主人，你们为你们的未来负责，照顾你们的未来。他们想要结婚，是他们的愿望，他们就去。如果你坐着，如果你们如果他们想要结婚，然后呢，你作为你们接你
你结婚，你有我的，哎，这个有点快。作为工具，无论一个问题是为了慈善的目的，如果有洪水，我们应该捐赠吗？是的，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给予。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通过你们的这个职业所挣得的，你们做生意，你们在办公室里挣钱，你们必须要当你们执行那个的时候，哎。在开始任何任务之前，总是要记着三个词，然后再开始任务。第一个是成为工具意识的，第二个谦卑的，第三个柔和的讲话。Om Shanti. So tomorrow will be Tuesday, and the schedule is. Om Shanti. Thank you. 向大家问候，先谢摩黑尼弟弟。I think a way that Baba Drama was preparing me for Brahman. 我想爸爸和 Drama 都在准备我。So I can absolutely say that. 我想说。If you go deep into the ocean, it becomes very. 如果在表面上呢，是有一些波澜的。如果进入到海洋底部，是非常的平静的，你感到非常的精微，感觉都想要飞翔。但是呢，要进入这个底部，要下来啊。要进入里面呢，要变得非常的安静，所以需要许多的专注。只要你开始进入下面，就变得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自然了。所以，我非常想要看明天的，想要体验。我是如何跟随爸爸，特别是当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当有的事情要把我的心带走的时候，我是否能够保持那种就要失去的美德？因为当有一些波浪的时候，我必须要有，就是要
去到那个海洋的底部去体验那样的美德，所以很希望看到那样，所以想要体验进入到海洋的底部，体验到爸爸的陪伴，然后呢我就可以自然的那样做了。所以为了帮助我们那样做呢，我们来看家庭作业。神圣的三斯卡，神圣的世界，拥有所有美德的完满。所以有知识的珍宝，瑜伽的珍宝，也有吸收的珍宝。通过这种吸收，你积累美德的珍宝，在美德中，就像有所有的力量一样，也有所有的美德。Om Shanti。Complete with all virtues. 有所有美德的完满。There is the treasure of knowledge. 有知识的珍宝，瑜伽的珍宝，也有吸收的珍宝。And through this imbibing, 通过这种吸收，你积累美德的珍宝。In virtues too, just as they are. 在美德中也是一样，就像有所有的力量，也有所有的美德。Sarvaguna Sampanna Gyan ka khazana Yoga ka khazana Aur dharanao ka khazana bhi hai धारणाओं से गुणों का खजाना जमा हो जाता है
गुणों में भी जैसे सर्वशक्तियां हैं, ऐसे ही सर्वगुण हैं। सिर्फ गुण नहीं है, आई 灵境祥和、纯洁、快乐、知识、力量、极乐。Shanti. Om Shanti. Four 朝圣地，欢迎来到潘达巴文。欢迎来到爸爸的房间。欢迎来到爸爸的茅草屋。欢迎来到历史厅。
क्या कर्म तुम्हारे दिखाती है, मीठा मधुबन देख के बाबा याद तुम्हारी आती है।欢迎来到和平塔。